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是翔福科技。现在你所看到的影片呢，是我们透过 iPhone 6的一个高速摄影的一个录影功能呢，来记录一下鱼在水族站里面游泳的一个情形。好，那各位可以看到鱼在游泳的一个动作呢，每个细节呢都相当的清楚哈。那这个是一秒240fps 的一个设定哈。那 iPhone 6这次的录影呢，还有拍照，还有慢动作的录影都很好玩。如果你有 iPhone 6的话，那不妨也拿出来你的 iPhone 6来试试看它的慢动作摄影，很好玩哦。